如何？现在玩的是手游《无尽的边疆》，然后我有一只宠物可以升5星的柴郡，这名字是什么？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面那只猫，然后还可以升高等黑暗精灵。哎，加我，加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，还有一个防护罩，基本速度。攻击移动速度，所有士兵攻击距离，然后在时间的商店也能适用种族强化，可以到250趴。哦，对，不死士兵可以增加到250，加250等级。诶，这本来是多少？忘记了，看一下。因为现在那个种族强化在商店也可以用，原本是不适用。加二十，加十，好吧。然后他在那个森林高原的位置，然后再找一遍吧。突然有点懒惰。11只，柴郡，我这边有4个，12只6，22只15，那还7只哎，7只10只，24只20，10只，还有一只哦，还有一只哎，我们这边29只1，好吧，差不多这样啊。